如果。
篇幅，因为有你在我心上填满幸福，生命才拉开序幕，朝阳会一直通向日暮，日子也一样不停往复，拨开迷雾，心中那份悸动却一如最初，一起时空交融碰触属于我们的维度，这份爱你坚持感谢大家，就是今天下午来到这里观看我们 TOP 十六的答谢演唱会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开心。精彩吗？精彩。还有精彩的呢。哦。是在我们晚上的。对。对。你们晚上还在吗？你晚上在吗？在啊。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是买了两张票的？哇、哦！好棒，夸夸。夸夸，然后，对，然后我们这个 TOP 十六的，你是我的星光，答谢演唱会就要到这里对结束啦。然后大家就是感谢大家能够陪我们，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次演出来看我们的那个表演，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开心，然后
今天这美好的一个下午就到此结束啦，那我们来预备备 吧 OK。谢谢。